这个麻烦若无拄好条，我报仇计划怎办会破坏？你敢过来是叫卡啊？你是不是对万金玉有感情？小芳哦，都是你的内底。罗家峰爱万金玉，我绝对不是安尼想吗？刚讲你的物件，我会受伤。罗家根本无资格有金玉这种心。是，是。刚讲你的心肝内，真正拢无我，根本就无爱我。你的心会替你换来伤痕累累。三立台湾台，天道。今天到底是安怎啦？咱这样拄好，代表发生真重大代志，就拄着你。我是得什么病啊？胶质母细胞炎。你讲真的有脑啊？你今晚哪会当叫我放弃爸爸？因为阿妈无希望失去你。应该是江道生三点婚已经转去阮爸身躯顶了。咱着江道生认为一切照伊计划进行，安尼就有机会该父亲的五只心上分配给你穿。三立台湾台，天道。姐姐，到底是安怎啦？头壳摇摇，感觉足晕的。哎，姐姐，啊，是安怎哈？我唔知。白虎起作用啊！我是得什么病啊？胶质母细胞炎，最终最常见、最具侵袭性的乳癌。魏小姐讲要问餐厅全身机的代志，也唔阁煞伫咧柜台看无伊的人，这不嘛是啊？你会当继续你的报仇计划？只要相关继续抗衡就好，你敢做袂到？你是我的某，我是要相信啊！卖让王雅杰甲其他的人怀疑变安怎？小芳，刚是你的内底。刚到你的身体已经残废了，伊是安怎要用这样子的心思？莫着，伊真正身份和化验风险去抢一本好菜。尤其咱即马爱到江长生啊，抢时间来加找一挂线索，才我都早一步来做这个疫苗。你写上啥？我今晚就想要问你到底是咧做啥？我连做梦都梦到伊红包甲水果有够啊！你后面再放落去，我对金玉都放弃。我一定袂放弃对金玉的感情。刚讲你的心肝内，真正拢无我。魏先生，所以你即摆意思，你意思是介意我？根本就无爱你，你的痴情会替你换来伤痕累累。是，再来。